想要的那张吗？雷哥，别着急呀，总共112张卡牌，你已经得了112张了，这最后一张迟早是您的。嗯，蓝色的玄武威。雷老大，阿虎回来了。老大。 鹏哥他被杀了，谁干的？是神光远手底下那个小丫头。妈的，那个贱人，迟早办了的。我的狙击步枪呢？给你们的那把枪，在哪里？被那个丫头拿走了。 被那个丫头拿走了，都是他们废物！陈光远，该算算账了。 这就是咱们基地，咋样？牛不？哼，地铁。是啊，这里四通八达，只要在每个出口设置警戒，即使有什么危险，再不济也能很快把人员撤离出去，保证安全。好了，进去看看吧。哎，政委回来了。 你们太慢了，遇到了一个新人，所以迟了一些。是你，我不是叫你别跟来吗？好了，不要闹了，你别介意，他叫米兰。
就是我之前说的王牌，其实他人很好的。你别见怪啊，米兰啊，就是人们常说的刀子嘴豆腐心，其实人快啊。以后带来的新人都要经过我的审核和培训，别净找些拖后腿的废物来。啊，不要这么说嘛。哎，对了，李明阳，这位是小刘，他也是新人。你好，光远哥，光远哥回来了。光远哥，算是我们的老大吧。不过我们这个团队没有什么等级制度，陈光远是我们心里认定的领导者，就是他组建的这个团队。走，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光远哥，你回来了。哟，小刘啊，今天感觉怎么样？身体恢复了没？我他根本没病，就是胆儿小。怎么能这么说呢？刚来这个鬼地方，多数人都会有些不适应的。小刘文质彬彬的，肯定需要适应一段。没事，休息好，休息好。你就惯着他吧。这位是新朋友吧？是，光远哥，他今天刚到咱们这儿。我叫李明阳。李明阳，欢迎啊！以后我就叫你小明明吧。啊？今天大丰收，找到不少好东西，不如大家放松一下，开个 party， 也算是欢迎小明明的加入了。光远哥喜欢给人起外号，他觉得这样叫起来更亲切。不过这起外号的水平嘛，头好疼啊！光远哥都回来了。哎，大牛，看看这是什么？钥匙，车钥匙。这次的物资里有三辆摩托车，我们组四个人，两辆就够用了，剩下一辆就给你们组吧。那我来骑。哟，还有红酒呢。对啊，要不然我能提议开 party 吗？收拾收拾，大家放松一下。小刘，谈一段吧。谈什么呀？小刘，来谈个小苹果。啊，你想谈什么？自己随便吧。嗯，好。常常想，世界多么奇怪，我们呀，多余般存在。空洞的生活，空洞的无奈，重复着出生到说拜拜。你突然出现在我脑海，像宇宙公园转折街中来。外面来了六七个执行者，别打扰兄弟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放松的机会。你也在屋里玩玩，放心，一切有我。步步精彩，看太多命运无奈的挣扎，为何女人不能用鲜血厮杀？我解决了。1、2、4、5，怎么了？少了一个。哎呀，小刘唱的真不错啊，虽然听不懂。啊！徐行者，快逃！快闪开！小心，放开他！烧了！别动！
好赶上了。小明明，你没事吧？我没事。看起来小明明还没有适应这个世界啊。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去看看他。小明明，光远哥，你的手机刚才战斗的时候掉地上了。谢谢啊。哎，这个是？这是那个攻击你的执行者身上扫出来的卡牌，你今天刚加入，这个就当做见面礼了。啊，谢谢啊。小明明，你是为什么而活着？啊，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原来的世界也许不重要，但是在这里一定要明确。我这里的每一个人我都问过同样的问题，这个血腥的世界让人想死的理由每天都有几百个。我见过很多人扛不住，因为精神崩溃选择了自杀。我们要在这样一个世界活下去，就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充足的动力，这种动力你可以称之为信条。我的女儿还有几个月就要出生了，我必须得回去。我爹还躺在医院，我怎么能死在这种地方？我要活着报答光远哥的救命之恩。我吗？我这么帅我还不能死？你看他们都有自己的信条，除了政委。凭什么除了我？不用急着回答，先给自己找个答案吧。给你水，省着点，有些时候抢不到物资，最缺的就是水。哎，这是你老婆？啊，我女朋友。很漂亮。哎，等会儿，你再让我看一下。怎么了？我觉得她，我好像见过。你认识哀家？不，我的意思是，我好像在这里见过她。啊？常想世界多么奇怪，我们要多愚笨存在，空洞的生活，空洞的无奈，重复着出生到说拜拜。你突然出现在我脑海，像宇宙转折接踵来，尝试不同玩笑安排，秘境从此打开，跟随陌生的未来，步步精彩。看太多奇怪，
都是他最好的安排。小刘，谈一段吧。啊，谈什么呀？你想谈什么，自己随便吧。嗯，好。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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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穷，电脑配置差，然后毛发种多了以后就会死机，什么东西？真的，其实很多东西真的就是大家都很想把它去做好，但是可能会限于，哎，这还真的不是技术原因，有时候就是硬件原因。对，就是最闹心的是，明明我看一效果说不好，然后能不能做得更好一点？可以做得更好吗？对，但是机器受不了。呵呵，对。这个的话就是怎么说呢，最后也是尽我们最大可能在达到效果跟按时出片或者说机器不攻电脑不烧的之间去做达到一个平衡吧。那会儿公司老穷了，真的老穷了。现在不穷了，现在也不现在也穷。对，最那什么的，看到这玩意儿没有，那个熊猫头，这个熊猫头当时，哎呀，不说了。这一开始的时候，材质问我什么材质，我说这还用问吗？你基本上拿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想，就是这种材质啊，毛茸茸的这种感觉多好啊。但是光靠材质去做这个效果，还是就是不是特别好嘛。然后希望你能用毛发去做，用毛发去做。米兰的头发都那么稀少，你能指望这么一个玩意儿上面能种上几十万根毛发？结果最后的效果就是实在是没有办法，然后那是，哎呦，光这一个熊猫脑袋那时候改了多长时间啊？磨磨唧唧改了得有两个月吧，就是从一开始他们第一遍测试开始，两个月我也记不太得了，然后最后实在不行，然后干脆就换了一个材质，就不是这种毛绒的那种感觉，就做成一个就是布的一个材质，靠材质去画一些东西。对，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其实那时候大家做的时候都挺苦逼的，加班的时候，当个苦逼是不是会变成苦逼？会的，思维好像有点跳了。对，那时候大家就是在这边就是加班加到晚上一两点，都是比较常用的。哎，再吐槽一个公司啊，公司的打卡过了12点之后就不认了。几点？23:13，我怎么打卡？打卡去。我也去打卡。快打卡！我简单的跟你说一下这个城市的情况吧。在这里是没有白天和黑夜之分，天空上永远只有一轮残影。你这么一说，这世界也太奇怪了，就好像……好像是被设计出来的，对吧？谁？最后一张卡浮现了，该动手了。原来你也在看腾讯动漫啊？我只是课余打发下时间而已。让我翻翻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作品。我只是随便看看，还给我。你还装？腾讯动漫 APP 有喜好收藏功能，一看便知。我只是觉得这个漫画挺有趣，这个作者挺有才的。那个，这是我原创的漫画作品。腾讯动漫，你的作品同桌都爱看。